OK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奇妙的东西，我们原本也不相信有这个东西的，那等一下就会给你们看一看。OK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也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。当我准备要出门去上班的时候呢，我看到了一只很特别的东西。早早我也是不相信竟然有这种东西的存在， so 我给大家看一看。 OK， 大家跟着我一起来看。在这儿，大家来看一看。我尽量拍给你们看，你要看见。没有看到它的两条尾巴，是不是很奇妙？